众将士听着，杨凌在军营中私藏女眷，他的亲信要行刺当朝将领，条条犯的都是死罪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不用顾我的安危，立刻将他们拿下正法。是班长，没错，我确实带来两个外人暂住别院，他们二位都是失忆，替我暂时查办这神机营倒卖火器一案，这罪魁祸首就是你鲍氏兄弟。 鲍大人，你先让杨大人把话说完了。刘大棒槌，你连我的话都不信吗？<笑>我这个人吧，脑子不会瞎琢磨，就会相信事实。如果杨大人说的是谎话，不劳你动手，我亲自把他给挑了。但是现在，你不能杀了他。闭嘴！行，刘大棒槌，既然你是非不分，那就别怪我不念咱们这几年的交情了。听我的命令。 将他们三个人统统杀掉，一个都不准留。是，鲍继神，我看你是做贼心虚。哼，给我杀！这世界很酷。